一般来讲，血糖高的人的话是不建议喝酒的啊，尤其是打胰岛素的人，如果是你空腹喝酒的话，还会引起低血糖。另外的话，因为我们的乙醇呢，它会还引起肝脏的一些代谢异常。糖尿病人很多的话，它的代谢它是属于一个内分泌系统的疾病，是代谢性的疾病，所以糖尿病人呢，我们不建议饮酒，因为酒的话它还含一些醇，醇还容易伤肝，对我们的肝脏是一个比较大的代谢的器官，所以糖尿病人一定要记住控制你的嘴，另外呢还一定要控制酒。糖尿病人呢，建议要多吃蔬菜，每天吃多少合适呢？我们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推荐每天是400到500克的蔬菜。糖尿病人你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蔬菜，比方说像一些叶菜、根茎类、瓜蒺类都可以，尤其是叶菜的话最好能占到一半，比方说每天有200到250克，就半斤左右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值。但是呢，有些蔬菜含的淀粉比较高，比方说土豆、山药、芋头等等，有的人就不敢吃了。其实你们是可以吃的，只不过呢，100克这样的含淀粉高的土豆啊、山药等等哦，这些蔬菜的话，相当于我们有25克主食的量。所以你在吃这些含淀粉高的蔬菜呢，100克一定要替代25克的主食就可以了。